队友传不会开。哎，不对，我操，这么猛的吗？你把他杀了吗，枪手？我操，大帅，好，魔。对，沙文哥这儿呗，你上，我上山，你打我先。你谁呀、啊？你配吗？我怎么不配上山？你觉得官方他能够修复熊破冰速度修复不了这个啊？你觉得官方能更新这么多皮肤，他修复不了一个不是狼就退的一个机制啊？官方都摆烂了，你跟我说啥呢？你看我以前用吗？知道为什么用吗？官方把熊的破冰速度改了，知道吗？先开宝箱，看有没有出那个，有没有出稿子。没出，我要丢了。还能够出这么多皮肤啊？更新了2次了，到现在为止不是狼就退的这个东西还不给，还不加。你去加个不是就那种开场打牌阶段秒退之类的，你给他加个他妈冷却时间不行吗？很难做吗？我他妈我上我都行，真的。虽然我不知道谁代码，老子去抄一下都行，真的。走了，队友的死活与我无关。上山，好怀念老版本。老版本我已经有一次有导航在右二吃鬼，直接从这个冰面溜到左一，一边溜一边射，两波双三全他妈接了，一点血没掉。反手剑一捡，剑也不少，血也没掉，无伤击双三。那时候玩这游戏可太爽了，那现在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个。学啥不好去学塔科夫？老版本上也不能带三把枪吧？老版本是一把枪一把剑，当然一把枪一把剑确实猛，随便杀，一打六跟他们玩一样，根本不需要队友。队友不刷图腾都行，干就完事儿了。唉，双方觉得引狼超酷的，可是不管是玩家自己还是观众的角度来说，这个游戏还是明狼爆杀效果更好，引狼。什么鬼东西？你不也是？
说别骂了，真的都不认。别骂，我没说什么。啊，那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他更卑微一点，不好意思 ，I'm sorry。嗯，没事。救！别救人，别救错了，我吃双鬼。船长他跟他那个什么医生双狼啊，我知道。那个上山那个地方，一把枪一把弓，他们两个都有两把枪，我接了一个单三加两枪，反杀一个，好吧。OK， 走吧，我去。哪个人跟我去捡报？其他人你们预备吧。可是我的枪被他拿走了。你去帮，你去捡，牧师，你去捡在上山那个地方。他说我的枪被他已经拿走了，他上船坐出来了，然后给了虫子一枪。在那个，跟你说，在那个上山那个地方。我的妹妹怎么要哭了？什么情况？是不是这个医生自己马上他骂队友，我不理解怎么做到的，太有意思了。没事，等我给你发个小熊背包。我有小熊背包了，我想要我的枪械零件啊。你枪械零件被人做枪了，用来崩我了，别找了，找不到了。出来，走了。应该叫枪手跟着了吧？枪手呢？不见了。哇，好废呀！我队友怎么开始爆伤了？哥们，一个人在外面接他妈一个三级鬼加两个狼带枪，我反杀一个。我队友怎么一放鬼就死啊？玩你！不想玩嘞。我队友，我觉得我队友要求，对于我队友要求真不高吧。你玩个枪手真不能像个他妈的玻璃一样一碰就碎吧。不想玩嘞，我冲过去送了啊！跟你们讲，打不了。队友传不回开。哎，不对，我操，这么猛的吗？你把他杀了吗，枪手？我操，大帅，好，魔！我操，我终于碰到正常队友了，干你！我的东西还在吗？我上山去了。对，你东西在那。OK。啊，我还以为这把又是叫他妈跳和局。没有，攻在这。好的，谢谢。他们两把枪。你是几个站？好的，我知道，谢谢。嘟嘟嘟嘟嘟。我摸着良心说，对吧？我刚才只是下意识嘴臭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船长你真不能怪他，这个医生自己过来装逼的，好吧？自己马枪打不中老子一稍微一扭，枪全躲了。打完就，我跟你讲，当你带着一个三级鬼加一把枪去打一个好人，一个落单的好人的时候，你没打过他，你真不能嘴臭你队友吧？不是三枪中一枪怪队友，是三枪中一枪加他妈的一个三级鬼，是三级还是二级啊？反正鬼挺多的。强化稿都被换了，没事。哦，不需要，只要队友够猛，好吧？只要队友三个人。能干人事，别说拿我强化稿子了，连老子挂机都可以，我宁可当地府灵。哎，直播间现在观众明显智商变高了，刚才居然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放夹子。要是按照前两天直播间那个平均智商，肯定要问为什么不放夹子啊？居然没有人问。每次玩狼、玩好人、玩猎人接轨的时候，都有人问。还有上山打架的时候，都有人问那个为什么不去打针？怎么一 v 一跟别人肉搏，我为什么要打？为什么不打针？像除非你上山那种能关门拉扯，要不然脸贴着脸的搁这打针，我操！还有个鬼在旁边咬你。
这个钉子要是能偷偷摸摸的放在地上就好了，他妈狼走过来直接他妈扎一下脚，然后破伤风，每秒都掉他妈一点血，没有压冰钉解不掉。什么？没格子？还有三个？等一下，到了。那船长，船长，医生退了。我你过来，我有个事儿、啊。那三级鬼是你放的还是他放的？他放的。他带着个三级鬼过来。临界过来的。他放了个三级鬼，加他妈加一把枪，他打不过我，为什么能嘴咒你啊？我当时是下意识嘴咒人，因为我今天被队友坑惨的。啊！就这个医生贼他妈离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他能骂他能骂。我叫鬼，但是我是灵界出来的，然后他是灵界出来的。我看到你灵界过来了，我看到了，你都说你来了，别急什么乱七八糟。然后他上来跟我，他上来跟我对砍了，没砍过我。慢这个医生真的离谱。骂我人还对。对啊，他当时不用上来跟我对砍，他旁边看着你装弹打我就好了。或者你上来砍我都行。带了几块呀、啊，船长？船长带了几块？船长。他是 L 的，他不是被你补的，他是 L 的。船长加没？他被我补的差不多了，我蘑菇的斧子砍了他四五下，应该还挺离谱的。蘑菇的那就是补的。对对对。应该没血了。哎，本来他不死，随便用打的。确实，他不用上来跟我对砍，那让你来。当时就我一个人落单，我当时也就没血了。你过来跟我砍的话，不一定砍得过。你们俩都有枪，是挺好打的。我没看到枪手，要不然我都直接临界走了。哦，哎呦，没办法。我叫了卧轨，我想杀导航的，但是没看到枪手。船长玩的挺好的，碰到这么个队友确实没办法。牧师姐姐被我恶心到了。我听到他在船上说自己枪没什么，那在哭啊。刚被那个船长抢了。我把他骗命了，我说我上船飞火药，我上船飞火，然后跟他信了我的话，然后跟我一起把牧师杀了。然后我都没上过船，他说你们开分身，我都信了，我以为真有人开我分身上船。哎，你玩这游戏，脏你的人直接杀就行了，你跟他换命就行了，记着。你就直接跟我对砍就好了。对啊。好人一般不会伤人的，就老人。好人不会伤你，知道吧？文字哥，你是好人不会直接补你，连他带补。文字哥，你是我本。好好好，我来谈婚了。我不问你什么好事，谢了。等一下，那我们是不是上电视？那个身上有一把肉，一分够用。他但凡不要退，我都能打。我还藏了把枪。唉 ，OK OK OK， 最后一把还得是猎人的呢，还得是猎人啊。还得是猎人啊。